这位粉丝朋友说让我玩一下这张地图，但是你这个表情令我很不安呀。这个蛋仔派对最近是越玩越上头了，那就直接开个新坑得了。今天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位好兄弟的挑战一下这个平小 Q 的地图01。看这个名字感觉应该不是很难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通关这张地图吧。咱们进来看看，开局咱们在平台前面有一个弹簧，看着也不难呀。不管了，咱们先飞过去。这有个牌子，没多高。你跟我说这叫没多高？这玩个锤子，就是这样叠罗汉一直往上堆箱子，就这，这不是有手就行？我怎么感觉这箱子摇摇欲坠呀？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啊！哎哎哎，怎么说曹操曹操到啊？看来这个往上叠箱子的方案恐怕是不太行啊。那么只能展示一下我的高端操作了。玩个锤子，这玩意真的有人能过去吗？不过嘛，咱们也不是一直白给。我总结了一下经验啊，就是每次在我往上跳的时候，每次碰到这个箱子道具，这期间咱们点击箱子按键是没有用的。就是这种时候节奏很容易断掉，导致我一直跳不上去。既然直线跳不上去，那么咱们就斜着跳吧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看我的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哎呀！好像这样也不行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看来只能硬生生用我的生命来完成这场游戏了。经过我长达2年半的练习，终于让我找到了成功的秘诀，是不是想知道？但是你先别急，开局咱们还是依旧叠罗汉，拼命往上叠。等到叠的箱子站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进入一级戒备状态，踮脚箱子跳。由于箱子道具很多，导致我们有时候点不到箱子键，所以没有好办法，就是一定要切记，不要一直点跳跃键，疯狂点箱子键。当看到点下一个箱子的时候，这时候再疯狂点跳跃键，重复此操作，只要不失误，就会像我这样见到胜利的曙光了。看到终点，我忽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啊！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小手往前一拖，就可以获得胜利了。No。我好不容易跳到终点呀，2年半，你知道这2年半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没办法了，只能在原地去世2年半了。不想玩了，兄弟们，狗都不玩。但是不玩的话，我的挑战不就失败了吗？我不能放弃，所以我又再次练习了2年半。终于，兄弟们，这次我胸有成竹，直接重开游戏，来到自闭墙，开局依旧是叠罗汉。等到箱子倒塌的时候，疯狂垫脚石，跳跃垫脚石，跳跃垫脚石，跳跃，一直重复此操作。终于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终点。这次我不会再失败了，哈哈，成功了，用时89秒，猛不猛，兄弟们，都是硬生生嘎出来的呀，这还不值得兄弟们长按点赞关注一波呀？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看蛋仔派对的兄弟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